昨天呢，又开始那个眼睛左眼下面，哎，在跳啊，左眼下面在跳，我看到那个水啊，嘣一下子溅起很大的水花啊，嘣一下子，嘣一下子溅起很大的水花啊，哎，这样溅起很大的水花，然后我看到那个一长串的那个飞碟啊，一长串的飞碟，一长串的飞碟，就像那个，就像我们那个。看到那个山顶缆车啊，山顶缆车一串串的缆车啊，看上去就像缆车一串一串，就在旅游景点上会看到缆车一个接一个一个接的，我看就现在看到一个接一个接一个飞碟，一个接一个的飞碟啊，哎，在黄河和长江上面，在黄河长江上面浪上面，嘣啪，嘣啪，嘣啪，是吧？嘣要下去啊。发出一股力啊，它没有非得没有往下跑，是类似喷出一股气啊，或者一种声波什么之类的啊，嘣、啪就冲下去的这个水啊，嘣，把周围就溅开了啊，就像一个东西砸在水里，嘣，砸在水里，嘣，弹开了，砸在这里，散开了，这什么呢？原来上次临牌当中我们知道了啊，他要把，他要把长江和黄河底下往下压，哎，水下水往下要加深它啊，加深它，加深它的目的就是让那个长江和黄河能容纳更多的水啊，变得加深。原来一串的飞碟，一串的飞碟，一串的飞碟啊，上次排出来是放下。放下，今天呢看到的水啊，嘣，把它嘣往侧面散开，嘣，哗，散开，嘣，一下散开，然后飞的，啪，一长串，一长串，就像那个缆车一样的挂在线上，一长串，啊，原来这么回事，啊，正在进行当中啊，已经在进行当中了，啊，我看到这一幕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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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知道了啊。娘俩，娘俩他们准备要把喜马拉雅山、唐古拉山那一带的那个山要搬走，搬走之前准备先把冰雪融化了再搬。所以啊，所以啊，搬之前呢，先把那个黄河、长江呢加深，这样容得下更多的水量啊。其他的我们再慢慢再追踪下去。好，知道了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。